管了。还没看到吗？快来帮我呀！你在等什么呀？嗯，你要等他一电话进来，用他的头去弄你，烫一下你，你才能打他。早就可以去 W 了呀。打小月一定要会的一点，反向走位。你只要会反向走位，他的 Q 就很好躲。小月的 Q 跟那个大眼的 Q 有点类似的，就需要反向走位去躲。正常走位是不好躲的。吸相机吧。再吸一下。继续吸。吸相机，再来，吸机回的血多一点，兄弟们。吸小兵的血没有吸机的血回的多。没事没事，死不了死不了。紧急换上线，
毙喽！你再吃吧，再吃两个。低喽，我一 Q 的伤害和大招伤害瞬间触发的，他直接没反应过来，开不出大。就你们碰到蛮子啊那种，哎，我伤害不高的，哎呀。永不动摇，your team has been eliminated。